撞也不太好撞，谁先啊你们？撞不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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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是白梦岩的粉丝，你们会帮我？粉丝，我会。有周深的粉丝吗？有没有大黑牛的粉丝？我们快开始呀！高的大黑牛，快开始吧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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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来来来，你们是白梦岩的影迷，对不对？对。但你们会帮我们吗？对。你们都会踢毽子，对不对？白梦岩了，白梦岩了，白梦岩了，白梦岩了。哇，谢谢你，快开始吧！那你开第一个。好，来吧。 老师，老师，您再下面休息一会儿。老师，没事，再试一次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，再试一次。没事，不会踢的踢第一个比较好。不会踢第一个，对。哦，哦，我来，快来赢了，快来赢了！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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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，漂亮，一次成功。 恭喜了，申哥、申申，你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，所以接下来你们可以留一下手机，我们会给你们开接下来他们两个点的任务点。我们直接上。哦哦。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还有广告？什么？什么？开个 VIP 吧，你们能不能开个 VIP？ 这什么玩意儿？软件还让我看广告？哇！哇！厉害！哇！耶！ 三哥起码送我们两分吧，不过分吧？往哪儿去了他们？他们已经完成任务了。嗯，又完成了。这是个啥呀？上去就你们还说游戏难，难什么？人过去一分钟都不到，游戏完完成了。我们藏起来，我们藏起来，我们藏起来。陈哥，不是他们都做完任务了吗？啊，我们要藏起来。哦，他们不是都做完任务了吗？我们要藏起来。 他们不是都做完任务了吗？我觉得我藏的是什么地儿比较好。他们不是都做完任务了吗？嗯。他们不是都做完任务了吗？没有，还等等沙溢他们。我跟你说，万一沙溢来了呢？藏起来，藏起来。没地方躲。
就这个，就是公交站，公交量如此精准。我们下车了之后，不会有人埋伏我们吧？感觉有点可疑啊，这个位置。前面这奔驰有点可疑啊，停在这儿。这有辆车，哥，这有辆车，这车更可疑了。这几个车有点可疑啊。哥，那儿也有辆车，哥。这几个车有点可疑。我听到了，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哎，我真的有种想随时逃跑的感觉。哎，这里头刚才有没有李晨他们？走，坐车跑，快！等一下，他们是追车，他们的车这是追呀、啊、追，他们已经到里边等我们了，在外面了，陈哥，在外面了，在外面了，快去追他们，快去追！我们走，快走！这是咱车吗？上车，这是咱车吗？往哪儿去了他们？哎呦，快走！哎呦，还不下车！开车，保护我方队员！快走，司机，快开车！你跑到那边砸大镜去，快去！快开车，司机！快走！往后倒车，不要锁上，锁上！吓死我！但是苏醒没了的啊、哦！苏醒没了，对吧？我们快回去叫下一个地点，对吧？哦，你们啥人呢？把我砸完之后也不管我了。你们刚是看到了这个是吗？没有，我们在外头看见你们车了。我都说了，我下车之前我就提醒他，我说把车停远一点。太坏了，上车你说不应该算的，我都进到车里了。还是经验少，说实话，解题没问题，好吧，体力活没问题，甚至可以 rap。但是你看他这个规则，我不是很熟悉啊，就这样被他们砸到了。你听听，安慕希都听不下去你说废话了。对不起。Sorry。眼神中没有任何的胜负欲，已经放弃了。谢谢陈哥。其实我要哦，你也是啊，你是、哎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我们队的吗？我是客气，是你们什么？挺好的啊，挺好的啊。我们脖子这个 size 吧，正好。这玩意儿，对，哎，姐，你看看这个。来，拿走吧。这玩意儿是一半哈。还我。你收下吧，收下。说说原因行吗？我得说说原因，因为苏醒今天是我们全程的指南针。哦，没有他，我们根本找不到你。因为他有一个表哥，随便给他表哥发个照片，他表哥啊定位还画一个小图在哪儿什么位置什么什么，马上就发过来，贼精明，是让你把这给表哥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这给表哥，所以表哥这个属于你。